Welcome to Interesting， 我是你们的青衣。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小伙伴和小编一样，出门浪的时候才发现洗衣机的重要性，原来和 WiFi 还有空调一样重要，离了它感觉世界都要塌了。尤其是酒店里那小小的洗脸池根本没有给我发挥的机会嘛，还怎么将衣服洗干净？或许是接受到了小编的意念，设计师们设计出了一款可以随身携带的震动胶棒棒 Sonic Soak。 不过不要想歪了，它只是个替代洗衣机的棒棒而已。洗衣服的时候将脸盆注满水，放上一点洗衣液和 Sonic Soak，通上电，等上一段时间，脏衣服就变得干干净净了。这个时候你只需要将衣服拧干晾好就 OK 了。但是小棒棒 Sonic Soak 的功能可不止不于洗衣服哦，它还能清洗水果上的残留农药，甚至还能清洗眼镜。要说这么厉害的清洁功能，还得归功于超声波那每秒钟20000次以上的震动频率，在液体中的震动使得液体产生爆破效果。这个时候巨大的冲击力会将污垢从物体表面震下，达到清洁的作用。或许是考虑到旅行途中才用得上，所以 Sonic Soak 只有电动牙刷那么大，随便装在什么化妆包里面就 OK 了，而且完全不用担心放在水里会出现漏电或者异味生锈的可能性。因为 Sonic Soak 采用的是医疗级别的不锈钢材料制成，支持最大功率为50瓦，放在学生公寓解放双手也完全不会被学生会带走。目前这个震动棒已经众筹成功了，听说今年12月份就能出货了，但是零售价格为250美元，折合人民币大约1660元左右。既然这样，小编我还是觉得自己动手能够丰衣足食，我就摸摸看看好了。欢迎走进 Interesting， 好吃好玩有趣逗逼的东西我们这里通通都有，没时间解释了，快上车。